对啊，这边哦，再提高一格。哪边不对？等一下哦，哪个玻璃？我猜是放错位置了。没有啊，活塞没放错位置啊，有吗？看一下哦，单人，没错啊，没错啊。好像是观察者放错位置了，最上面的火山跟最上面的无关啊。这两个放错位置了啦，先放这里，怎么往那边冲？
这样才对啦。这样才对啦。哇，我先去睡觉，不然把音效关掉，听到苦力怕爆炸，我会哭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来，我们美甘蔗。甘蔗。我觉得要再挖两个黑曜石，不然我下去挖个黑曜石哈。不然那边会很麻烦。搬完家解脱了，脱离爸妈了哦，你是脱离这个意思哦。哦，感谢萧院的15颗星星，感谢秀的10颗星星。结果是这个放错位置了啦。
这样可以。水方块要放在上面这个。再来，这边放玻璃片呗，玻璃片。Thank you.
这样子了。哇，会乱喷欸，哪边喷出来的啊？天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需要再改造一下。要饿死了。没有，都是创造钙啊，没有再生存钙过，所以。哇，到处喷欸。这真不行，是。这样就好了。欸，好像这样就好了欸，不会乱喷了，那我还打掉干嘛？傻眼，傻眼儿。这样嘞。啊，就这样子了。个头啊，怎么这样？会喷出来、欸，对啊，我要拆掉了，没有啊。原本想说玻璃片会比较好看，后来想想算了，来吧，那就比较奢侈啦。哎、欸，反正没放玻璃片，好像就不会喷欸。
起，每次都讲太早。哎、欸，你每次讲那个把，我都很担心你讲的话呢，就惊你，不然就先这样子吧。因为我这个人最怕就是听到吧，应该，大概，那种不确定的那种词，让我觉得很，也不是怎么讲，就明明就不确定啊，然后讲的很像很懂一样，不是很懂啊，不是啊，那个什么意思？反正你们懂啦、啊，疑问句。对啊，因为你们这样子讲错话，还有说啊，我说吧，不确定啊，啊都尝试了一大堆，先这样吧，先这样，应该就没喷了，刚十八嘛。三四，OK。你们要就比如说，你今天去教一个人，你明明教了，你也不确定。懂吗？你自己本身也不确定，然后你还去跟别人讲那个东西，就人家去做了，然后又感觉你是害了，结果失败了，懂那意思吗？OK， 成功了，这就是全自动甘蔗塔，效率甘蔗塔，嘿，这样，这个换位置好了，需要有这个是因为要去把上面这个。给弄掉。如果有发生意外的话，我们上面还可以去弄掉。这样，因为这个有时候也需要关掉。那关掉的话，就是用那个控制杆。安德送我的草地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那个只是看太多了，看太多人都会去聊天室，然后讲话讲话加个八，然后就被台主嘴啊！你不是说这样弄就可以吗？啊，怎么变成这样子？
这种东西，这种感觉啦。没有责备的意思，就只是想说，如果不确定，漏斗水，哦，这个，好，我们再做点铁桶，我们去烙岩浆。我本来以前不是很喜欢用铁桶烙岩浆的，是之后没有，是现在想说，好啦，还是弄掉好了，不弄掉啦，还是去弄一弄好了。而且我那时候会发现铁轨可以挡那个挡生物，是因为。那时候是因为在玩哈记的伺服器，然后我们盖了一大堆超大的那种，那叫什么？那个地狱门，很多很大片的地狱门，然后就在附近盖了很多铁轨。然后就发现什么猪人都一直沿着铁轨走，没有，没办法，这个声音真的关不掉，我找不到声音可以关掉的地方。那有人就说那个关不掉，那个就是声音声调音量大小了。所以进去前又再按一次。谁敲我？今天先开到五点，一样开到五点。爬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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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。啦啦啦啦。OK。啊。哎，我忘了鹅卵石制造机怎么盖了，靠。啊，想起来了。哇，好像换个地图就会坏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哪来的？这边吗？二三四。喂、欸？你看，就只要然后进去门啊，进去哪里那个就坏掉了，所以不能随便乱进。哎呦！
到底哪里来的啦？啊，等一下哦。哦、好久他，浅浅好久没这样叫了。再来的话，继续插火吧。啊，先砍木头。